只要您放兄弟一条生路就行。谢谢宁队长，谢谢宁队长，谢谢。宁队长，里边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 看看，到底死了没有？天天在这儿拖，哼，怎么着？这是吃饭不要钱呢？宁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跟这个犯人说几句话。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厅长的命令啊？临时决定的。老赵他们呢？哎哎，别动，把枪放下。放下。 别动！宁队长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再杀人了！过来吧。 没办法，我没别的选择了。当心，别动！是他们不给我选择，你能走吗？这里是警察厅，我们怎么能出去？
道爷，小姐睡了吗？她出去了。她出去了啊？什么时候出去？吃过晚饭就走了。这丫头，厅长电话啊。 说，什么？林医生被劫走了。刚才听的枪声，还以为是你出事，宁同志更是急坏了。我还以为是你。哎，我刚才听见那个枪声，应该是从监牢里传出来的。 注意安全，厅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牢房的三个守卫都被枪杀了。谁第一个到的现场？是我。啊？你去牢房干嘛？我不放心啊。 我就是宁武元。喂，是我。哦，厅长，出什么事了？赶紧回厅里，那个医生被劫走了。是，我尽快赶到。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是他？给所有人打电话，都给我叫回来。是。 有人出来接你的，啊，你已经安全了，保重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都是革命同志。嗯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宁武元是你的真名吗？嘘。
一定要替我保密。老林，啊，老林，真的是你啊！我们又见面了，你还好吧？好，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怎么样？去了，太宰。嗯，厅长，哟，都到了。你来的还挺快啊。我刚刚去现场看了一下。哎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？哎，家贼难防啊！交出你的配枪。 今天晚上的事儿，一定是咱们科内部人干的。内部人？什么内部人？你可以帮我问问。哎，昨天谁值的班啊？是我值的班。案发时间是几点？大概夜里1点钟。是谁通知你们的？李科长。李科长。宁队长。如果今天犯人…… 照样被送到了医院，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？李秋成，李科长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干嘛一定要这样对我呢？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？谁把这个犯人留在厅里的？就是谁准备让这个内鬼来接应这个犯人？ 宁科长，怎么着？你不用含沙射影。今天我一天都跟厅长在一起。哦，跟厅长在一起啊？宁务员，我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收拾这场戏。我收拾什么呀？我很早就回家了，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谁能证明啊？张排长啊，报告季厅长，今天是属下值班。 属下的确看到宁队长在天黑之前就回家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是吧？这种证据证明不了什么。什么叫这种证据证明不了什么呀？那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证明你是清白的呢？对，你是跟厅长在一块，但是你的手下就不能做点手脚吗？你这不耍无赖吗？这是查案子，打什么嘴架？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厅里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 嫌疑最大的，就是那两个没接电话的人。你没接电话？报告。你干什么来了？专门你事儿。我听说局里出事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凑什么热闹？
丫头，你说，你哥连他们厅长都敢骗，他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？你瞎想什么呀？我哥干的可都是正经事儿。哎，你说，他会不会是国民党啊？你才是国民党呢！不许污蔑我哥哥！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 苹果还挺甜的，嗯。哎，厅长，厅长，这我刚接到消息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马振远，你家离厅里最近，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我出去溜弯去了。放屁！ 给你家里打电话，你跟你老婆说，在厅里值班。今天你要跟我说不清楚，我现在就抓了你。厅长，我说。那个，厅长，多别激动啊，这事儿我比较清楚情况。马处长他们家这情况比较复杂，他们家老三呢特别难伺候。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，你自己说。衣服给我穿好了。是是，这个马占元。 正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。马处长，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把你的配枪给我看一下。啊，配枪，我枪呢？这儿呢。马处长用的枪是美式的勃朗宁4.5口径，我刚刚在现场。 他们调查组的人跟我说，说现场发现的子弹可以很确定地说，那是卡尔特打出来的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厅里所有的配枪都是你们总务处发的，是吧？是。厅里有什么人用卡尔特？这用卡尔特的人可多了去了。宁队长，现场调查没告诉你，现场发现的是两把手枪的弹刀吗？两把手枪？哟。 你在我之前去了现场，宁队长。我想说的是，凶手不止一个，还有同谋。厅长办公室，知道了。 曹斌，曹斌怎么了？我还要问你呢。曹斌别说今天没有在家，他从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过家。厅长，我想起来了，曹斌用的就是可尔特。那个曹斌可是一直拿着刑讯室和牢房钥匙的人。 不可能是他，绝对不可能是他。凭什么不可能是他？那我问你，他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没有来？聂务员，是不是你杀死了曹斌？李秋成，你能不能有点长进？丁长，曹斌跟了我那么多年，绝对不可能是他干的。李科长。 你爱护你的手下，我可以理解。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但是都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还在袒护他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你就是他的同谋呢？你为什么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比我还要快？而且你这样是不是在做掩护？到今天你在这儿贼喊捉贼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些证据根本站不住脚。我跟你说，廷长，可以马上验我的枪。 验什么枪啊？啊？傻呀，我们都是搞行动的人，你是当自己傻还是当我们傻？你会傻到用自己的枪去杀人吗？你肯定是用别人的枪啊。张班长，在。李科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差不多1点左右。前后还有别的人吗？没有了，不过。 不过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人了。
秋成，我真的是搞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针对我呢？我又不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人家厅长都说了，凡事要以大局为重，反正我是这么做的啊。厅长，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找到这个曹斌还有那个医生。说得对，今天晚上全体出发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是是。厅长，张排长带到。张排长是吧？厅长，您找我。刚才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没什么。现在没外人，你正好跟我说说。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哎，你当排长几年了？三年多了。都三年了，那早就该晋升了。啊？张排长。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，我向来喜欢说实话的人，有话就说，我会给你做主。我是这样，昨天夜里啊，我在大厅碰见季科长，当时已经很晚了，他也没有离开我，但是，这事儿啊，我可以给你解释。昨天夜里，我让季科长到这儿，等我一个私人电话。所以啊，没法当着那么多人说出来。不过啊，你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，我还是非常欣赏的。啊，下一次的晋升名单里一定有你的名字。好，谢厅长栽培。好，去工作吧。哎，谢厅长。老爷，外边怎么了？哦，又抓逃犯呢，到处都是警察厅的人。警察厅的，怎么了？警察。解释。哎，你看，怎么硬闯啊？起来。
慢走啊！刀客送来的那个人已经安置好了，老崔他们会看住他的。我离开的时候啊，C123已经送到了。太好了。好，那就今天晚上。哎呀，长官！老崔，你们抓了什么人？是刀客送来的一个人，据说是警察厅的人。啊，快快快！没关系，我现在对这个刀客非常佩服，由他来接替我的工作没问题。老林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救你的人就是刀客的人。哦，对。长官。快接电话！这快不是？这么晚了，你们来有什么事吗？打扰了，给我搜。是是。哎，你快去。好。想活命的话，就不要出声，听到没有？别讲！长官，快住手啊！这要惊动了大仙，可有血光之灾呀！这所房子烧了有7-8年了。说，你们走。哎，老李，怎么样了？他们的人已经走了，看样子他不太行了。哎，不用管他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你不要谢我，我希望救的是人，而不是畜生。安全了吧？安全了。连生，走。好。走，走，快！老林。组织安排让你离开天津，最近这里的局势比较紧张，这是你的临时证件。可是这也是刀客的安排，因为你在天津太危险了。都安排好了，替我谢谢他。可惜我没见过他。你没见过他？他对你很熟悉。你说什么？他对我很熟悉？你怎么知道？在监狱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。他可以进监狱啊？他在警察厅的职位是什么？哦，老李，不行，我得出去。哎哎，外面很危险啊。谁是张排长？我是。你是谁？你就是张排长，季厅长让我问候你一下。
经理，我是警察厅特务行动大队中校大队长宁武元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宁雅芝。你能不能好好说呀？队长，这附近我们都搜遍了，还是没有发现曹斌。二爷，今天动手合适吗？张排长跟那俩属下都让人给打死了。李科长，这辆车今天我包了，就在这等着我。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俩叫过来吗？属下不知道。你呢？属下也不知道。那你们俩应该知道，在厅里是我的什么人吧？左膀右臂。对。可是你们两个人太让我失望了。作为我的左膀右臂，我的爱将，可全厅上下就你们俩才是最厉害。这对下属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想在我这玩一山不容二虎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不成！属下知道了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属下一直是这么想的。我言表态了，你呢？属下，一切听从厅长的。这个案子暂时不查了。
可那个医生，我知道你们不甘心，我更不甘心。哎，可这么查下去，我们只能是越来越被动。我们上面什么人？日本人。这如果查来查去，叫日本人知道了，我们就不只是丢人现眼这么简单了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吴元，这几天你也累了，放你天假，回去好好睡一觉。刚才张排长在街上，这事我知道了。多拿点钱，去他们家好好安抚安抚。是。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张排长最后出来的，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？我们走的时候，高秘书过来找过他。张排长，哎，厅长有事找你，跟我来一下。是。你是说高秘书把他叫走了？嗯，对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选择把这件事情忘掉，以后谁都不准再提。您这是？为了你好，去吧。是。宁武元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起来，突然得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答案：如果杀死张排长的人真的是季明宇，那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季明宇知道张排长曾经在夜里见过季小楠。如果真是那样，季明宇是不是已经怀疑到了自己的女儿？